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Yaya Mandarin.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HSK 3, Lesson 1. 第一课，周末你有什么打算？ Part 1, 词汇 Vocabulary. 周末，周末，打算，打算。啊啊，跟跟，一直一直，游戏游戏。作业，作业，着急，着急，复习，复习，南方，南方。北方，北方，面包，面包，带，带，地图，地图，班。班 Part 1 词汇 Vocabulary Text 1 周末打算周末休息周末休息在周末在周末打算看电影，打算看电影，打算在家看书，打算在家看书。上个周末我们去了朋友家，上个周末我们去了朋友家。周末你有什么打算？周末你有什么打算？啊，是啊，是啊，好啊，好啊。好冷啊，好冷啊，真大啊，真大啊，你今天怎么不高兴啊？你今天怎么不高兴啊？啊，used at the end of sentence indicating confirmation or defense.跟跟和跟你一起玩跟你一起玩跟姐妹一起去吃饭跟姐妹一起去吃饭跟朋友一起去买东西。跟朋友一起去买东西。你能跟我一起去吗？你能跟我一起去吗？
我在跟爸爸一起聊天。我在跟爸爸一起聊天。Part 2课文 Text 1谈周末的打算 Talking about the plan for the weekend 周末你有什么打算？我早就想好了，请你吃饭、看电影、喝咖啡。请我？是啊，我已经找好饭馆了，电影票也买好了。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Part 3语法 Grammar 3.1 结果补语好 The complement of result 好 Verb plus 好准备好今晚的电影小刚已经买好票了今晚的电影小刚已经买好票了饭还没做好，请你等一会儿。饭还没做好，请你等一会儿。去旅游的东西准备好了吗？去旅游的东西准备好了吗？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Part 1词汇 Vocabulary Text 2一直游戏一直学习一直学习一直生病，一直生病，一直玩游戏，一直玩游戏，电脑游戏，电脑游戏。昨天下午，我一直在家看书。昨天下午我一直在家看书。你一直玩电脑游戏，作业写完了吗？你一直玩电脑游戏，作业写完了吗？作业，写作业，写作业。布置作业，布置作业。检查作业，检查作业。我周末的作业还没写完呢。我周末的作业还没写完呢。着急，很着急，很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别着急，别着急，着急回家，着急回家。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呀？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呀？复习，复习上一课，
复习上一课，复习笔记，复习笔记，考前复习，考前复习，你开始复习了吗？你开始复习了吗？我们复习一下上星期学的内容。我们复习一下上星期学的内容。Part 2, 课文 Text 2, 在家 at home。你一直玩电脑游戏，作业写完了吗？都写完了。明天不是有考试吗？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我早就复习好了。那也不能一直玩啊。Part 3, 语法 Grammar 3.2, 连词那 The conjunction 那。我不想去看电影。那我也不去了。明天的考试我早就复习好了。那也不能一直玩啊。外边下大雨了，不能去踢足球了。那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吧。Part 1, 词汇 Vocabulary Text 3, 南方，北方，南方人，南方人，北方人，北方人，小刚来自南方，小丽来自北方。小刚来自南方，小丽来自北方。南方太热了，北方好一些。南方太热了，北方好一些。北京在中国北方，上海在中国南方。北京在中国北方，上海在中国南方。Part 2, 课文 Text 3, 聊旅游计划 Talking about the travel plan。 下个月我去旅游，你能跟我一起去吗？我还没想好呢，你觉得哪儿最好玩？南方啊，我们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去的。南方太热了，北方好一些，不冷也不热。Part 1, 词汇 Vocabulary Text 4, 面包，吃面包，吃面包，买面包，买面包，早餐喝牛奶，吃面包，早餐喝牛奶，吃面包。今天的面包是妈妈做的。今
天的面包是妈妈做的。她一个面包也没吃。她一个面包也没吃。袋，袋书，袋书，袋钱，袋钱，多袋，多袋，少袋，少袋。多带几件衣服，多带几件衣服。坐飞机不能带什么？坐飞机不能带什么？地图。中国地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世界地图，带地图，带地图，跟着地图走。跟着地图走。搬，搬桌子，搬桌子，搬椅子，搬椅子，搬家。搬家，搬走，搬走。我下个星期搬家，你可以来给我帮忙吗？我下个星期搬家。你可以来给我帮忙吗？Part 2 课文 Text 4 准备去旅游 Preparing for the trip 水果、面包、茶都准备好了，我们还带什么？手机电脑、地图，一个也不能少。这些我昨天下午就准备好了。再多带几件衣服吧。我们是去旅游，不是搬家，还是少带一些吧。Part 3 语法 Grammar 3.3亦也都 plus 不没表示否定 the negative structure 亦也都 plus 不没一 plus mere word plus none plus 也都 plus 不没 plus verb我一个苹果都不想吃。我一个苹果都不想吃。南方一点儿也不冷。南方一点儿也不冷。这些汉字太难了。我一个也不认识。这些汉字太难了，我一个也不认识。这个星期
我忙得一点儿时间也没有。这个星期我忙得一点儿时间也没有。Part 4练习 Exercise， 请说说你打算去哪儿旅游，怎么去，旅游以前要准备什么。 Talk about where you're planning to go traveling, how you will go, and what should be prepared before the trip. 打算去北京旅游，坐飞机，买好飞机票，找好宾馆。 Part 5 俗语 Common saying， 不到长城非好汉。 English meaning， The saying means that a person who has never been to the Great WallIs not a hero. As a metaphor for positive spirit, it defines a hero as one who tries hard and works out the problems he faces. This is the end of the lesson. See you next time.